今天坐农药号游轮。Hello，Hello，嗨，哇，厉害哟！上学期开箱游轮，阳台房。来 ，Hello， 第一次的体验哦，哇，我们全家第一次的体验，第一次坐游轮呢，累得开心哦，累得开心哦，哇，开心呢，美景，啊，这个是这床铺毛巾，嗨，嗨，哇，你看一下本少，好，我们先参观厕所，哎，蛮不错的，哎，还不错呢，嗯。这样子干湿分离，有乳液那一些都有，不是啦，那个配备。然后这里有空调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橱。这里也关本少家屋嘛。好。然后床铺。三人房啊。三人房，所以这边也是算是一个沙发床。然后这边杯子备品，热水壶，电话，还有一个电视，重点在这个阳台。哇，很重耶，打不开，来过来。哦，对，哇，阳台了，还在基隆呢，还在基隆，等一下就会往日本方向过去了。哇，不错哦，嗨，晚一点再继续拍哦。好，来，我也录一下镜头，嗨，下一个，耶。嗨耶！